锦衣之下憋不住笑场，大合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哇塞，这样。3、2、1，我是没法比啊。当然动心也是正常。老相识，咱们也算是。我就是想知道你这么快。酒店，车站。你去吃点东西啊。嗯，走。真的冷姑娘。我现在可是等你正式提亲的时候可能你再下聘。大人，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的？是你的微笑在我的眼中，你是最弱我的刀刀，你不会知道你爱在心悄悄，我该怎么往下聊，全都怪我太胆小，就看着你傻笑，怎么办才好，都真的没想到